圖大志，令香港邁步向前。明確的目標，令理想得以實現。一項偉大的構思，一項舉世矚目的工程，今日展現在你眼前。全新的香港國際機場，為我們帶來嶄新的生活面貌，並推動香港經濟發展。各項宏偉的工程，令原來的小島換上全新的面貌。同這項偉大工程配合的，還有整個東涌新市鎮，全球最長的公路連鐵路吊橋，和经过改良的全新交通网络。在启用初期，新机场每年可以接待3500万位旅客。这里一切的设计都务求令你感到舒适方便。客运大楼设计独特，宽敞舒适，善用天然光线节省能源。大楼的空气调节、灯光照明、音响效果都经过悉心设计，务求符合环保原则。办理完登记手续，旅客仲有充裕的时间享受饮食和购物的乐趣。